大家好啲知道，咁啊而家坐唔走啦，咁就先嚟下半心呢一份车站指南，咁啊2017年5月版本，有南港线标志，就落去睇啦，去黄埔，去黄埔啦，黄埔，去黄埔。坐完准备有2017年5月版本啦，正啊！好爽啊 ！OK， M train， 都走咗。好快啊！走完又咁快，有冇位俾我睇下先？有冇位俾我睇？冇凳。黄埔啊！啊，呢度有凳 ，OK， 呢度有凳嘅，就2017年5月，有啦，真对唔到焦啊！有蓝宝线标志，跟住就。街圖啦，冇乜分別。地標有成54個。2017年5月版本啦，就行動不比成日盡情幫忙。除咗爬山之外，又變到啦，又冇收尾彎啦，就其他冇分別嘅啫。嗱，就喺呢度，呢度變到之外，其他冇分別嘅啦。就六線圖都冇分別咯，嗰條啦1.6嘅六線圖就諗走咗咯，陰公都唔係男扶手算啦，就係100M 長走2架次，都200M 長咗，就拜拜，咁呢條片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